Hello， 大家好啊，这是大南水郡的一个生态池啊，感觉它并不会很大，但是还不错，它的生态还算是很完整，唯一的缺点就是草地没人割啊，的管理上面还是有待加强。好了，我们就先看一下这里了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这就是卑南的。号称的盐湾地区的小黄山，那其实小黄山呢，并不是它很高耸，而是它的被这个卑南溪呢切削成黄泥一片的一个山势啊，所以称之为小黄山。那我想，这个也是旅游的一个打卡的一个景点。那所谓打卡景点，就是打完卡就可以走了，应该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可能爬到对面去爬这一座山，因为这座山看起来也没怎么样，只是它就是一个叫小黄山，有黄色的悬崖峭壁。OK。